考试了，我好紧张啊！好紧张啊！还没准备好吗？嗯，快点把书包那个整理一下吧。好。今天在家里一共听起了三章，一共找出五个不会写的生字。那你现在会了吗？会了。那听写一下吧。好啊。太阳在看一遍。太阳在看一遍。山坡。坡。嗯，山坡都写，光写字儿。嗯，还不错，快收拾你的书包吧。耶、爸爸。嗯。明天就要考试，我有点紧张。嗯，没关系，只要你全力以赴就行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先找课本。嗯。明天考试了还带课本啊？对呀、因为可能要走读，然后我可以再看一看。啊，行。是草稿本。嗯，可以带。必须要带的。对。不点，因为我们一年级有很多不会写的字哦。字典让带不让带啊？让带。作业超级多。爸爸，明天该带几把笔呢？带十把吧，多带一点。嗯。不然中途坏了可不没有办法向同学借啦。对呀、万一明天那个笔断了怎么办呢？这是我这一学期获得的优秀卡片，还有这些全宇兼容的卡片哦。为什么要带啊？因为老子可以兑换礼物哦。这里一根小尺子，两根橡皮，以防万一。嗯。还有什么东西没带吗？带书吧。啊，不带书了，不能带书了啊！明天主要的那个精神要放在考试上。这是你包纸吧？纸啊，可以带纸。不然我考试流鼻涕了咋办？好尴尬啊！带一个充满希望的小挂钩。我们家今天晚上超级热，32度呢。走，快去睡觉吧，空调已经给你开好了。好，太热了。哇，特别是今天这个世界，我的家32度，你的家。